好，现在是在路边看到一只大斑鸠，我们来看三倍、十倍，现在是用飞走了。刚才路过发现它在晒翅膀，不过有人看到我了，没有记忆卡，漂亮。现在路边这边有一只大斑鸠站在这里，看一下画面，来展示一下，一只三八爪，三倍、十倍，有点再上去吧，二十倍。距离大概六七十米吧，其实蛮近的。好，现在是在路边看到一只大斑鸠，我们来看三倍、十倍，现在是用飞走了。